名称著名的模范夫妻档孙俪和邓超现育有一对儿女。今日孙俪先前在蔡康永节目中的发言再次被网友挖出，他表示自己经常被误以为是一个很爱哭的人，因为在剧中他经常饰演很能哭的角色，但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其实很少因为生气或委屈而流泪崩溃大哭，倒是会因为感动而泪崩。在节目中孙俪也坦言自己从不在孩子面前隐藏情绪，要是当天心情不好他会直接跟孩子表明今天少和我说话，但也会向孩子解释自己状态不好的原因。此外他也透露自己和老公曾在孩子面前抱头痛哭，但孩子却很冷静，并没有觉得怎么样，还会递纸巾给他们擦眼泪。对此蔡康永十分欣赏他们教育观，大赞夫妻俩的教育很棒，因为能让孩子知道有情绪是正常的。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赞同，表示要效仿他们的教育。Bye.